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3年3月19日，舒利亚惊叹简迪覆盖面。英超名宿舒利亚接受了媒体的采访，谈及车路士中场尼高路简迪，舒利亚发表了他的看法。舒利亚表示，从效率来看，我没见过比尼高路简迪覆盖面更大的球员。他正在逐渐恢复，尽管他遭遇过一些伤病，但在保护中场、赢得球权及出球环节，他是一名难以置信的球员，我认为在这些环节他是最犟的。感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，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